这个娃娃好可爱哦！咦，里面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哎，怎么有这么多套娃？星星，我发现了一个井字。这是井字棋，今天你们就进行套娃井字棋 PK。在游戏过程中，大棋可以套住小棋，相同颜色棋子连成一下就胜利，三局两胜，最后赢的人可得奖金1000元。哇，还有奖金1000元！哦，赶快开始吧！顽奇，你可不是我的对手，可别小看我 ，IQ 200呢！你们来猜一下，我们谁会赢？支持我的扣一，支持我的扣不二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呀，我赢了！那你选颜色呗，我当然要选个红色了，红彤彤，蓝色是我的幸运色，我赢了，我先来，先占个 C 位，这么快就占个好位置啦，我也不放过。那我用个小娃跟着你，我来个中娃。我是输了吗？你不说我没发现。喵姐，真是谢谢你哦，第一局因为你的提示我赢了。是我自己告诉你，你才能赢的。那下一局让你先来咯。好啊，我先来了，占个 C 位。那我就挡在你前面，挡我有什么用？我站这里。你以为鞋子能连成一条线吗？直接拿个大娃挡住你的路。我也会有大娃呀。啊，失策，你还是要逼我出大娃。我中娃还有啊，我要被你逼上绝路了，大娃已经全部都没了。 Oh no， 我赢了啊，实在是没有看到啊，我终于赢一回了，才1-1，这回我不会再让你了。那么你先开始吧，决胜局我就不占 C 位，既然你让给我，我当然要了。你确定吗？必须的。那我直接用大娃套住你了。哎，反正我大娃多的是。战况越来越激烈，场上我方红娃越来越多。我也直接来个大的。那我就来个小的。小的没关系，我来个中娃干住你。想套我路，瞒都瞒。上大娃是吧？我也会啊。哎呀，那岂不是打平了？没想到这一回居然平局了。那就再追加一局。来来来，太刺激了。那这一回我先来吧，还是出个大娃。你以为占个大娃就能赢了吗？小娃才是王道。小娃我一来就盖住你。我会怕你吗？我直接把你盖住。没事，来个小的，直接要站到最前面。我要赢了，你看到没有？那我就把你套住。哎呀，我套住他，他还可以走这里呀。对呀，你失策啦。哦，最后一局我赢了，2-1。哎，我1000元到账了，没想到我与1000元擦肩而过了。你们还记得我们一共玩了几轮呢？评论区说一下。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点赞还有关注。喵。